那柜子开，这个有奖金800块。嗯，哦，他开始抓那个螃蟹8只，三只啊，他那个一步8只。然后抓到了第一名就可以获得那个奖金800块啊，把你的800块亮出来看一下。这边少100没有。好，没关系没关系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奖金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宝可梦奖金赛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好了，1、2、3，出发。前进国小出卡比兽，后面出卡比兽，那抓到就可以了吗？啊，前进国小，把卡比兽扔快了，就可以直接赢得比赛。哦，好，知道了。好，没错，不能这样子看啊！你投卡比兽，突然给我看一下。刚刚是我太快。好，好，赶快再往前。有。这边真的有卡比兽吗？有，我想要一下。哦，谢谢你。有吗？我录一下。我是黑球。好。快点的。包包给我。喂，他也有，喂，糟糕了，我们。我们到了。好，赶快。抓到，赶快跑回去，快点！你先跑回去，去那个。你抓到了吗？啊，你也跑走了，你也跑走了。我录一下那个人。啊，你先跑，我等下跑过去。来，我要跑到你前面，然后我要录。所以你第一名了。在啊。啊？裁判呢？裁判不在啊。啊，你第一个到对不对？对啊。然后说他先到，嘿，然后他是冠军。那要干嘛？你再赢了奖金，然后距离10:30，还有两个小时。先颁发奖金给他看一下。哇，卡比兽。哇。每一场任务只要都有。好，先到下一场了哦。哎。选手，选手啦。何必野啊？何必野啊？下一场先不收。敢抓到一半蛋就孵出来是怎样啊？哦，那你现在就2只了吗？哦，你还喂葡萄啊？对啊，怕它跑掉了。这都没有抓出来。哇，那我跑。为什么你不用无线电通报呢？抓宝贝，拿奖金，成功。